Hello，大家下午好啊！今天我又到了一本这个《送客送榻历代钟鼎仪器款式法帖》啊，集纯。那这个呢，是我双十一买的第二套啊，比较重的啊，重的书啊。它呢是定价是1280，然后的话，我买来优惠完是差不多700啊。好啊，一套两本是中华书局出的，那我把书封打开。它是没有套函的啊，就是这两本单独的书，一本厚一点，一本薄一点。分上下两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本。像这类书籍呢，跟之前的那个《客灾集古录》是一样的，就是比较小众，需要的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对于不需要的人来说啊，不太建议购买啊，因为买来也是束之高阁。就给大家啊简要的看一下，啊欣赏一下。因为越是小众的书籍啊，越摸不准啊。它虽然价格可能有些很贵啊，但它里面的内容啊，并不能够对得起它的价格。像这类的书籍的话啊，值得细细品读啊，才能发现里面是很有趣的啊。就是你要深入进去啊。一般来说是啊，就是当一个资料型啊。这差不多是上册，我们来看一下下册。一样的装帧啊。
这个是补的啊，特别有意思啊。啊，这里还有王府安官的一个款啊。好啊，那这本书翻完了，好，谢谢大家观看啊，再见。